一枪。咬哈，跟你讲，我生吞呐、啊。好。啊，我上帝。哎呦！卫星信号已连线。是啊，这边有天长虹过，它在后面就有冻鱼了。嗯。看一下右边，拿一口气看一下。一个叫什么小 Q 小池来哦，这边我有看过人每次我们走二高到西藏桥就会看到下面一堆鱼池，我们现在就在西藏桥的下面这里，有看到西藏桥吗？啊，现在看不到了，前面太懵了啦。八十级的，拿那个，我拿钢柱，消单。不你啦，你的多慢啊，先来啦！哎呦，这个人是谁？他的来的抢第一杆，就是阿峰。我们屏东的 local 阿峰，哇阿峰嘞，人称人来峰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他是人来峰啊，下一个谁啊？来鱼来峰啊？那浮起来是吴伯宇。嗯。下一位。小秋，小秋，你呀，你个小秋，你呀。紧嘞，紧嘞，时间有限。好喝。这样不行啊。好喝。有来咬哈，跟你讲，我生吞呐、啊。好。你要给我酱油，撒那个瓦萨比。哎呦。瓦萨比。哎呦。嘴巴好大啊，夭壽耶！你有手刹车啦！你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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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鱼跑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刹车没有锁。谁的？是谁的？这个谁的？这是小秋的。小秋在哪里？哎，这样。我习惯掉，我们把刹车换掉了。对对，刚那嘴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没看到，看到啊。讲一下吧。刚刚那一尾哈，大约64左右、嗯，看那个嘴巴的形状就知道了。真的啊？真的啊。六十四就是六十四，不可能是61。嗯。先回屏东一下。有了。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有有有有看到，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去拿帽子而已，你就这样子。是别人的关系、啊。刚子是别人的关系、啊、是吗？刚那一只是不是只有十二公分呐、啊？所以咬不下去。11.5。11.5。对对对，没有十二。大一点啊！啊！瞎了啊！怎么瞎了、啊？这是茫茫雪旁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我们两个一起拍啊！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先帮你两个去拍。啊！那个前面有那个什么？
什么？他做河的时候咬到线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咬线。再给我三分钟啊！应该超过五十，没超过五十，应该没超过50。有啦，有45了。一个手掌就差不多21了啊。我会下去哎、欸。把鱼诱出来，出来，哎，对，出来。好啦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哎，你放鱼啊，放鱼了啦。你没放，我一直抛呢。一枪，不用补。哇，什么？掉了吗？又掉了。阿森，阿森，我跟你说，刚刚我为什么说不用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第一枪钉住的时候，你没有去发，你应该没有发现你的杆子已经很弯了。当很弯的时候，你再定住，一直卷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是不用再补的。有可能就多补了那一枪，松掉，放掉，整个那个肉被硬拉出来。其实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的影片啊。我们到后面几乎很少补，一杆定住就定住了。谁啊？错了。啊？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补过枪的，那是你们。我没有说是我啊。我有说是我吗？你说我们从后面都不补枪的，我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补枪的、嗯。是我吗？是阿邦吧？阿邦啊，阿邦。我有拍到，我镜头刚好过去啊。沉下去啊，你就定住啊，让它游啊，你收一点点松线就好了，它就会起来了。不要了，我看到没有？这样才叫 play fish 呢。这只比较大。这个是我们在地 local 昌昌所带来、所带到的那个柠檬园啊。有种叫做甜柠檬，没有种叫做酸柠檬。昌昌，你在哪边？昌昌，
小戴拖得那么用力，好大一只，嗯，丢哪里啊？左边一落下来就中了，啊，落血咬啊，嗯，这么猛啊，嗯，这个地方在哪里啊？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不熟哎，哈哈哈哈哈。那摆一个，柠檬蜜点，摆一个洞。叫做燕巢，嗯，啊，那不是卖燕窝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卖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燕巢卖什么？不知道。香蕉。我还拔辣嘞。真的？岐山香蕉啊。但是是燕巢，绿色的，圆圆的，小小的。真的。老师哎，那个叫做枣子。真的。我以为交流道下来就是，没有想到交流道下来还有一个快速道路。哎呀，失算了。但是钓鱼就不会失算。到每个地方呢，买一点当地的特产，而且呢要应景的。什么？就是这一个。阿菜，嗯，没有，要留一颗给你女朋友啊。啊，对哦。他是要名产嘛，对不对？嗯、我们就留一颗给他。好。啊，留一颗这个的胡辣，都吃掉它那壳给他看了。你会给他锤吗？那可能只锤，下次就不用出来钓鱼了。真的、啊。好啦，那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可以讲一下吗？小平，小平啊，嗯，好啦，那个小平啊，阿菜有说出来钓鱼呢，要买当地的名产给你啊，所以呢，这一颗特别留给你。当然，留给你呢，我会给人家锤。所以呢，哎，这个老婆啊，我也有留一颗给你，所以这个是阿菜女朋友的，这个是我老婆的，这叫什么？